近日，英美等国以所谓媒体自由联盟名义发表声明称，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利用香港国安法打压新闻业，敦促中方遵守国际人权承诺和法律义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这种行为是在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插手香港事务，注定将以失败告终。阿桑奇、斯诺登等案件早已让世人看清，所谓新闻自由不过是有关国家攻击抹黑别国的工具，一旦涉及其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新闻自由的。他们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无非是对香港蒸蒸日上的大事心有不甘，试图延续自己以往在香港的特权和影响，但这些都是徒劳的。汪斌表示，事实证明国安法让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由乱转治，由治及兴，法治正义得到伸张，香港居民包括新闻及言论自由等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稳定法治环境下得到更好保障，在港国际媒体和记者数量比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有增无减，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汪斌强调，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正视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摒弃殖民心态，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插手香港事务的图谋注定将以失败告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